我现在示范这个声控遥控器功能，按一下中间这一个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听。你看荧幕这边就会已经出现正在听了。我要看很碍眼，然后就找到了，有没有？有。那这样遥控器就很方便，我就可以直接看很碍眼的影片，有没有？点下去直接看。然后我再示范一次哦，再来拍这边。好，我点一下这颗，然后画面这边就会出现，有没有？我讲什么，它就会直接去录，去侦测到我讲什么。我要看芊芊，好，就把找到芊芊了。这时候我就可以直接选它的频道。有没有？这样就很方便。好，这个就是 BenQ 新的电视，它的这个遥控器支援声控，然后去呼叫 Android TV 的语音助理的功能。